上一集呢就说到，深知嘉靖皇帝深恨洪亮吉，就是因为他那封书契，所以说这个军机处大臣啊，包括什么吏部啊、刑部这些大臣，匆匆会审之后，马上就判处洪亮吉呢斩立决。等这个审讯结果上报给嘉靖皇帝之后呢，可嘉靖皇帝本人呢并不是说多高兴，他左右为难。确实，这洪亮吉说那些话太刺心了，嘉庆皇帝呢怒意难消。但是如果真像大臣们会审的这个给自己推上来的这个结果吧，真把这洪亮吉给杀了，无论是斩立决还是怎么个决，他自己登基之后这种营造的广开言路的氛围呢，肯定就不能继续下去了。自己作为明君登基的这种大好局面，可能就立刻会被葬送掉。嘉庆皇帝这个人熟读历史啊，他对明史肯定也特别熟，他也知道如果自己真下诏把这洪亮吉杀了，最终呢反而成全了对方，一下这个洪亮吉在日后的史书当中肯定会留下直言见证的这样的美名，最终的结果肯定让后世人觉得自己作为皇帝心胸狭窄，不能察纳雅言。所以呢，经过反复的思量，嘉靖皇帝就决定赦免洪亮吉的死罪，把他改为流刑，流放了。流放到哪儿呢？新疆义里，交给清朝当时的义里将军保宁，让他呢严加管束。嘉庆皇帝平静心情之后呢，也是冷静深思，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后悔。也巧，他把这个洪亮吉发配新疆之后呢，恰好义里将军保宁呢进京觐见，看到嘉庆皇帝脸色黑黑的，聊到洪亮吉这个事儿呢，面色不悦。这保宁呢还挺忠勇，就觉得洪亮吉确实把皇帝给得罪得不轻，当时还自告奋勇跟那个嘉庆皇帝表示，既然这个穷儒这个腐儒已经发往新疆了，是我管的地方，微臣我必定要为陛下您分忧解气，我就在当地找个茬子把他做掉算了。谁料想这义里将军保宁这么一说，本来气呼呼的嘉靖皇帝呢更加是拍案而起，又勃然大怒了。他这次大怒啊，真不是因为洪亮吉了，而是因为保宁的这次丑表功，刚才说那一席话。他立刻责斥保宁说，你这个人真是不明大理，误解朕心。而后呢，他还马上军机大臣都叫过来，告诉这些人必须要保证洪亮吉的安全，而且呢还要把我这种旨意诏谕全国。我们看小人枉为小人，义里将军保宁呢也是暗自叫苦。从此之后，保宁在他自己的地盘，当时那义里将军是管着新疆全境的这样的这个一个一方大吏，他就在自己这个辖区之内严下命令，必须对洪亮吉严加看护。所以这洪亮吉到了义里之后，这保宁呢还怕出差错，暗中还给他配了什么保镖和大夫。对待这位直臣这个时候他比对待他自己亲爹还要上心，就怕这洪亮吉有三长两短。保宁也知道，但凡洪亮吉在自己的辖区在义里出了什么事儿，不仅皇帝饶不了自己，全国的公论呢也会把自己喷死。值得一提的是呢，虽然说对待洪亮吉，保宁当时对皇帝的表态显得这个人人品好像不怎么样，实际上保宁这个人还真不是什么佞臣，他是这个乾隆朝和嘉庆朝的一位能臣。乾隆皇帝在世的时候，甚至专门呢还给他写过一首诗称赞他当时在西北的功绩。这首诗呢在文学方面说句实话还挺差的，但是呢这个诗的内容写的还挺好。义里万里岁丰收，商贾流通户口稠，布鲁特尊田界近，哈萨克氏马求寿。由此可见，即使在乾隆一朝，这保宁呢实际上他这个人治理能力呢还是非常有可观的。对于嘉庆皇帝来讲呢，知错就改，把这个洪亮吉流放了十个月之后，也就是嘉庆五年闰四月初三日这一天，就是公元1800年的5月26号这一天吧，嘉靖皇帝呢就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什么抉择呢？就公开
为洪亮吉平反。我们要看那个《清仁宗实录》啊，其中就记载，嘉庆皇帝呢，当时就把军机大臣们都招过来，命令他们拟写一道诚恳的上谕，就以自己的名义了，表示说什么呢？朕详加批阅洪亮吉书启，实无为爱之惧，应有爱君之诚。洪亮吉所论，实足起卧朕心，故置诸座右，时常观览，而勤政远佞，更足警醒朕忠。今特明白宣谕王大臣，并洪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是非之主，唯可语言之君。也就是说呢，嘉庆皇帝这一番言语就承认了洪亮吉的书启啊没有任何政治错误啊，其中只有对皇帝的忠心。只是呢，他有些话呢未免说的有些过激。同时呢，洪亮吉的书启啊对我本人啊深有启发价值。现在呢都称为我自己座右铭的这个差不多了，没事我就放在我的座位旁边啊反复观看。通过洪亮吉这个事件呢，嘉庆皇帝就希望满朝官员啊，你们今后还是继续直言上书，给我本人还有朝廷提意见。至于洪亮吉本人呢，嘉庆皇帝又下旨了，就命令军机大臣给义立将军保宁马上给他这个写信，把这个洪亮吉的加以释放，让他回到老家安心养老。为了表示自己的真心实意，嘉庆皇帝呢还把自己这个平反洪亮吉的上谕亲笔抄了一遍，而后呢颁布全国。嘉庆五年春天，当时中国北方大旱，各级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啊到处设坛祈雨，就是哭求上天降下甘霖。哎，也真是巧合，嘉庆皇帝这篇上谕发出之后不久，竟然是什么呢？诏下而雨。这个诏谕一发布啊，到处就下了大雨了。我们要知道，春雨贵如油啊，大伙儿都认为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你看，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当时正在异地流放的洪亮吉呢，接到这个皇帝释放自己的圣旨之后，也是感激莫名，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也表示说：“你看我自己作为臣子，身负重罪，幸亏皇帝啊心胸宽广啊，最终呢能够免除自己的死罪，如今呢还能赦免啊我的罪行，使得我自己呢能够在有生之年活着回到老家。”洪亮吉呢还继续表示说：“我自己回到老家之后呢，一定谨言慎行，安分守己。”义立将军保宁啊，看到这个洪亮吉有这种表现呢，心中也是大松了一口气。他也赶紧上奏嘉庆帝，把这个洪亮吉到达义立之后啊，他这个人对他自己所犯之罪的那种深刻认识，那种认真反省啊，特别是接到圣旨之后啊，这种感恩之情吧，详详细细都汇报给嘉庆皇帝。而且保宁还提到，啊，接到皇帝啊批准他回家的这个圣旨之后呢，洪亮吉也是言行恳切，啊，当场是伏地叩头谢恩。他所有的表现都已经显现出啊洪亮吉现在已经有足够的悔改之情了。嘉庆皇帝接到保宁的奏章之后呢，仔细阅读啊，心中这时候也挺舒服的。但是呢，毕竟身为皇帝，嘉庆皇帝内心呢肯定是有些不满的、不快的。毕竟啊，对这个洪亮吉现在的处理啊，等于是自打脸面。最终呢，他还是秘密下旨，就给当时代理两江总督的那个岳起，就指示他，这个洪亮吉回到老家之后啊，一定要对他留心监视，禁止他随意离开原籍啊，更不能让他再随口瞎说。嘉庆皇帝这个人啊，为什么叫仁宗？他不仅对洪亮吉啊能够宽容对待，他对于前朝的文字狱也能够做到拨乱反正，一改先前康雍乾三朝啊对文字的这种罗织啊这种严禁。嘉庆皇帝本人呢还平反了几个冤狱，就把前朝的几个冤狱呢对外宣布啊，这就是冤狱。我们要知道，在乾隆皇帝去世之后呢，按照惯例吧，继承帝位的嘉庆帝呢，一朝臣子，他这新的一朝臣子要给这个大清皇帝编修乾隆实录。这种实录呢要全方位的记载乾隆皇帝统治时期的所有的言行，就是所有的政令。这种实录就要表达出当今皇帝对先皇的纪念，也要把这种实录呢啊作为继承人啊，作为继承的皇帝施政治国的啊重要参考。我们前面也详细讲过这个乾隆一朝的文字狱，也知道乾隆一朝啊阴阳获罪的人不计其数了，无数文人士大夫
就是因为文字狱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甚至是祸灭三族。乾隆皇帝呢，在位60年，当太上皇又3年，在开疆拓土方面啊，确确实实挺伟大的，还做出了好多伟大的事业。但乾隆一朝啊，确实也搞了不少文字狱。对于这些事情呢，肯定我要用曲笔来记载啊，因为他是乾隆皇帝的儿子嘛，啊，嘉靖皇帝不可能就把自己爹做的这些事儿啊，就以批判的态度来记载，那不可能的。毕竟呢，乾隆朝那文字狱已经过去多年了啊，那些编修大臣啊，顾虑到嘉靖皇帝对他父皇啊，乾隆皇帝制造的文字狱啊，未必十分了解，所以呢，就仔细派人搜集资料，然后呢，就呈上了当年刑部处理这类案件的几个重大的档案，希望嘉靖皇帝呢有时间慢慢查看，然后呢，再来领旨，好按照圣意遵循办理，怎么样对待先前的乾隆朝的文字狱。嘉靖皇帝这个人特别爱看书，自然对这个档案也看得非常仔细。他翻开的第一份档案就是乾隆42年王锡侯的自冠案。这个案件呢，我们前面也仔细说过，王锡侯呢，当年他印刷出版自冠，自冠仅仅是一部字典工具书，和当时的政治完全搭不上边。但是呢，王锡侯就被人诬告了，说这个自冠啊，这部字典第10页开列了清朝皇帝的名字。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啊，臣民确实不能够直接书写皇帝的名讳，这属于重大的政治避讳，如果违反就要被追究责任的。但王锡侯开列出那几个皇帝的名字，他的初衷绝对不是故意犯讳，他原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向这个读者传授避讳的方法和原则，避免那些学子在考试的时候呢犯这种政治错误。结果呢，乾隆皇帝当时是不问青红皂白，很快就把这个案子定性为大逆，最终呢判决这王锡侯凌迟处死，他家属21个人都有连坐，其中7个男性亲属成年的都被这个乾隆皇帝下诏，跟这个王锡侯一起呢执行死刑了，其余那些家属活着的都被发为奴隶，所有的家产全部查抄入关。嘉庆皇帝看完这个卷宗之后，特别是看到对王锡侯和他家族的处理结果，心情非常沉重，于是呢他就找来刑部主事董诰进入殿内，君臣二人一起呢仔仔细细谈论了好久，就认定自冠案确实是个冤案。而后呢，嘉庆皇帝又做功课，仔仔细细查看了乾隆一朝的那江苏的徐树奎一柱楼诗这个诗案。这起文字狱呢发生在乾隆43年，我们前面也仔细讲过，完全就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没事找事儿。冤枉说这徐树奎啊所做那诗文呢对清朝统治不满，暗含讥讽和谩骂啊，比如说什么啊，旧日天心圆梦梦，近来世事一飞飞，还比如什么江北久无干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更有名的就是那一句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等等等等吧。当时乾隆皇帝君臣对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呢，就指斥这个徐树奎暗似底基，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属于大逆罪。这个尸案案发的时候呢，徐树奎父子已经死了，算是逃过一劫，但他的孙子都被这个乾隆皇帝判了死刑，连坐嘛，而且呢还把这个当时为这个徐树奎刻书啊教书的人也都杀了一批，就连当时不少清朝的江苏省的当地官员也因为失察罪被杀掉流放了好几个。嘉庆皇帝仔仔细细阅读档案之后呢，也是大为叹息，叹息之余呢，也是深感这个大清帝国啊，这种文字狱必须要制止的，以后不能再搞了。但转念一想，要为尊者讳啊，要保护这个乾隆皇帝的名声啊，于是嘉庆皇帝啊，这些君臣在一起吧，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就形成定义。由于清朝这个乾隆一朝文字狱呢数量很多，所以呢就拿王锡侯、徐树奎这两个案子做典型，对这两个案子加以平反。而对于先前康熙和雍正两朝的文字狱呢，就不过多涉及，就不提了。为此呢，嘉庆皇帝发布谕旨，就为王锡侯、徐树奎这两个文字狱牵涉的人员平反，同时还宣布，凡是先前因为文字狱受害的那些还活着的那些子孙，一律恢复自由，把所有的这些人释放回家。
要说可怜是确实可怜，到了嘉庆帝时代，哎，当时还真有不少乾隆文字狱那受害者的子孙还活着，那些人呢本来都当奴隶了，或者在宁古塔给那披甲人为奴了，最终呢这些人确实是能够重见天日，等于是活着回到自己的家乡。接到圣旨之后呢，哎，这些人啊，确实是激动的痛哭流涕。嘉庆皇帝呢作为一位封建专制君主，你看他能够为他自己的父皇乾隆帝的时候那些受害者平反，哎，难怪他死后啊朝廷大臣们给他的谥号是仁宗，确确实实啊，他够得上这个评价，够得上仁这个字儿。嘉庆皇帝呢平反了文字狱，哎，获得朝野的盛赞，大清帝国的臣民呢都纷纷称赞嘉庆帝啊，绝对是个明君，我们这皇帝啊绝对是仁慈啊有德这样的一个贤明君主，他可以上比啊从前那个尧舜那样的明君。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举国称颂的啊这样一个皇帝，竟然在嘉庆八年初春的一天，在大清帝国紫禁城的神武门遇到了一名厨师的刺杀。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集仔细聊。努尔哈赤这十三副以甲起兵到底是真假呢？在清朝历史上，这努尔哈赤肯定是开创者了，而他最早开始起兵创业的时候呢，实力实际上挺弱小的，只有这个数十人，包括他祖上遗留的这个所谓的十三副胄甲。在此之后，他确实是就能通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吧，最终呢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所以呢，在整个清朝，一说太祖十三副以甲起兵，那后世人都无限向往。这个故事的由来呢，也就是说，在努尔哈赤25岁那年，他的父亲和祖父就当时是被这个明军啊误杀了。怀着满腔悲愤的这个努尔哈赤呢，肯定是想给这个他父亲啊和祖父报仇了。但当时他报仇，并不是说和他手下人啊，那穿着这个遗留下来十三副铠甲，就向明军报仇，不是。他当时是向同族的尼堪外兰发起进攻，由此呢就开始了他征战沙场的一生。实际上，十三副以甲起兵啊，更多的就是个噱头。你说十三副铠甲就能建立一个后金，建立一个大清朝？不可能。明朝政府呢一直是陷于党争。这明末呢，特别是那明熹宗朱由校，他这个在位的时候又信任太监这个魏忠贤，整个朝政说句实话一片漆黑。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给了努尔哈赤呢就真正了啊这个壮大的这样一个机会。特别是当时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他本人呢和努尔哈赤这些关系就不错，明里暗里呢都是资助他，所以日后这个努尔哈赤能够成事儿，跟这个当时这个李成梁啊关系甚大。上一集呢就讲到，嘉庆皇帝为了广开言路，特意平反了他亲爹乾隆时期的两起非常著名的文字狱，最终目的呢就是想使大清朝啊走上中兴之路。从乾隆末年开始，大清帝国实际上已经是弊端丛生，积重难返，历时9年波及5个省的这白莲教起义啊，给清政府当时啊绝对是沉重打击。嘉庆八年，也是公元1803年，清政府是费尽了力气，用全国之力吧，耗费了无数的银两，终于呢，把当时的各省的白莲教啊，算是给平灭了吧。嘉庆帝本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大松了一口气，觉得这大清天下终于又太平了。谁料想，作为皇帝本人，嘉庆帝呢，竟然在他自己的家门口遭遇到了刺杀事件，这次刺杀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嘉庆七年年底，得知这个白莲教被基本这个平定下去之后啊，嘉庆皇帝挺高兴的，就特意去圆明园住了一段时间，想彻底放松一下身心。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号，这个长假结束了，嘉庆皇帝呢就准备返回紫禁城。不像现在啊，我们开个车从圆明园到紫禁城挺快就到了，梅老师也经常开这个路线自己去北京的时候。但在清朝时期，还需要经过差不多一天甚至一天多的时间才能从圆明园回到紫禁城，因为当时啊那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而且皇帝呢是坐马车。当天临近中午时分吧，嘉庆皇帝銮驾就准备这个进入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那进入神武门之前呢，嘉庆皇帝需要在顺贞门那里下车，换了轿子去往养心殿。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进入紫禁城这个内宫之后啊，都是一道又一道的门槛，车就过不去了。看到嘉庆皇帝亲自下了马车啊，迎驾那些官员啊纷纷凑钱跪地请安。忽然之间，从神武门西厢房后面窜出一名大汉，这个人呢手持利刃，高声呼喝，直接就冲向嘉庆皇帝他那御轿。当时呢，这名大汉距离嘉庆皇帝呢也就几十米远，很快啊他就能跑到这个皇帝跟前，给这皇帝一刀。事发仓促啊，出乎所有的人意料，因此呢这个皇帝护卫虽然挺多的，有一百多人，但没有一个人做出即刻的反应，这些人呢呆呆地站立在原地，瞠目结舌。还好嘉庆皇帝侄子定亲王绵恩看当时情势紧急，马上挺身而出，就要阻拦那个持刀的刺客。刺客上去就是一刀，幸亏呢当时这个绵恩这个王子呢躲闪及时，那一刀呢没有刺中他，就把他袖子划了一大口子。嘉庆皇帝这个人呢，你甭看他是个帝王，年轻的时候呢，当时为了让他父皇乾隆皇帝高兴，也练习过一些武艺啊，什么马术什么他都会，所以说呢他的身手还是比较敏捷的。面对如此紧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见势不妙，皇帝呢转身就跑，他直接就冲到这个顺贞门内了。也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嘉庆皇帝的姐夫，当时这个陪同他从这个圆明园回紫禁城的一个蒙古贵族叫拉旺多尔济的，这个人不怕危险，就拦腰抱住了刺客，大喝一声发力，就想把对方摔倒在地。你想这蒙古贵族嘛，肯定摔跤他肯定懂的。当时那刺客呢也是杀红了眼了，拿出这个刀就猛捅这个拉旺多尔济，当时呢就把这个嘉庆帝的姐夫这拉旺多尔济的捅了三刀，浑身是血。拉旺多尔济当时岁数也不小，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虽然说他没有这个拦住刺客的脚步，但确实呢就为嘉庆皇帝及时逃脱呢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正是这个拉旺多尔济，他对刺客的阻拦，他把他抱住了嘛，然后又挨了三刀嘛，由此一来，旁边一直作为看客的那些皇家护卫这个时候忽然都醒过味儿来了。于是呢乾清门一个卫士就飞起一脚，当时就把那个刺客踢翻在地，而后呢又有几个卫士一拥上前，死死把这个人摁住在当地。嘉庆皇帝当时是情急脚快，翻踢两掌，直接就跑到这个养心殿了。跑到殿内之后，他马上命令卫士把殿门关上，而后呢这哥们就坐在那里大喘着粗气。很快得知那刺客呢已经被抓了，心惊肉跳之余啊，嘉庆皇帝马上下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九卿科道等严拘，严拘就是严格审问的这样的意思。接下来呢他又发布谕旨即刻革去当时负责这个紫禁城守卫那护军统领那个大臣的职务，先把他抓起来再说。而后呢他马上命令御医紧急救治刚刚为了保护自己受伤的他的姐夫拉旺多尔济。嘉庆皇帝呢坐在那个养心殿里正生闷气，忽然听到养心殿外面的院子里一片嚎哭之声，站起身来走出殿门一看，看到这院子地面上跪满了紫禁城那些侍卫官员，包括这跟随他回紫禁城那些王公大臣，这些人呢叩头不止，嚎哭请罪，
面对此情此景，嘉庆皇帝是一脸的不耐烦，一挥衣袖就对身边那些宦者命令道，让这些王八蛋全部滚出去。我们想一想，中国历史真正能在自己皇宫内院遭到外人刺杀的皇帝几乎就没有，现在呢，忽然有刺客进入神武门对自己进行刺杀，而且事发的时候呢，自己身边又是侍卫如云，关键时刻这些豢养多年的卫士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及时挺身而出，确实是这件事儿吧，让嘉庆皇帝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皇帝暴跳如雷，他手下那些大臣们也是心急如焚。当天晚上啊，嘉庆一朝的大学士啊、军机大臣啊、包括刑部尚书等等吧，这些高级官员啊，全部到齐，连夜升堂，就在刑部大堂呢开审这个刺客。审讯之前呢，这些官员还达成了一致意见。什么一致意见呢？就是不能对这个刺客动刑。本来这清朝的法律啊是允许对犯人刑讯逼供的，但这次清朝官员们为什么他们要文明执法呢？他们文明执法的本意是怕什么呢？用刑不慎，这大刑一伺候，把这刺客给弄死了。如果刺客死了，那刺杀皇帝的这个背景和原因就搞不到手了，那就完完全全没办法向皇帝交代了。不用这个刑讯逼供，那怎么审呢？当时官员们就决定用熬鹰审讯法进行审问。什么是熬鹰审讯法呢？就是不动刑，官员们对这个犯人车轮战，就不让他睡觉休息，就一直审问下去，直到他招供为止，才让他睡觉。经过大清这些官员们仔仔细细的审讯，那神武门刺杀案这个主犯情况呢，大概就得到如下的这个轮廓。这个刺客呢，名叫陈德，47岁，北京人。陈德父母呢，原本是清朝官宦人家的家奴。陈德在年幼的时候呢，就跟随他父母一起呢，随那主家迁往山东居住。成年之后，他就一直在山东有钱人家做保人，以此来谋生。陈德23岁时候呢，娶妻生子。31岁时，他的父母先后得病死了，于是呢，他就带着他老婆两个儿子回到北京投靠亲戚，就一直辗转在几个大户人家当差当仆人。案发之前呢，陈德在一家姓孟的人家厨房内帮厨，在此期间，他老婆又病死了，留下了80多岁瘫痪在床的他那岳母，还有呢一对未成年的儿子。当年2月，陈德呢又被那孟家给解雇了，无奈何他就呢只好投亲靠友，借钱度日。根据陈德自己交代，因无路寻觅地方，一家老少无可依靠，实在情急，要求死路。绝望之下呢，陈德就在20日那天在神武门这个行刺这个嘉庆皇帝。他就说他自己刺杀的目的就是想犯惊驾之罪，由此呢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嘉庆皇帝本人呢熟读历史，熟知历史，自然知道这个明末三大案中的挺击案就是这个刺客这个张差当时闯入慈庆宫企图刺杀太子朱常洛嘛这个历史事实我们今天讲明史的时候也讲过。嘉庆皇帝得到了初步审讯结果之后呢，他就不相信，就不信陈德所说的这么简单，连发2道谕旨，就要求审讯人员这些大臣们重新再添判满汉大学士、6部尚书、9卿科道，把这些官员都弄在一起，再重新审一同审讯这个陈德。有什么要求呢？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如果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个中国地理历史档案馆现存的那个嘉庆朝上谕呢，实际上就能看到里面记载了陈德的供词，表明呢陈德这次行刺呢还真就是他一人所为，背后没有什么人主使，他也没有同谋。陈德这个人呢从小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的父母呢都是官宦人家的家奴，所以说这陈德啊生下来他就是奴才的身份。陈德父母死后呢，他在山东等于没了生计了，就只好回到当时的北京啊投靠他的表姐，当时就借住在呢西城能仁寺他的外甥安六格的家中，因为这个安六格是他表姐的儿子嘛。待了几年，陈德呢就带着一家老小先后在工部沈员外家、侍卫崩五部家、包括兵部的比贴士庆臣家等等吧，一共6家人都在那些人家呢做仆人，
就等于是在打工做下人维持生计。嘉庆三年这一年，陈德夫妇呢就被他上一个主家以15吊金钱的价格点给呢当时城北方家胡同的一个叫孟明的这个人家里去当帮厨。干到了嘉庆六年，也就是公元1801年这一年呢，陈德老婆又病死了。到第二年秋天，他这个80岁的这个岳母吧，又因为摔倒了一下瘫痪在床了。到了当年年底，他住在这个北京的那个表姐又病死了。屋漏偏遭连夜雨，如此不幸的遭遇使得这个陈德呢一直是负债累累，只好让当时才13岁的大儿子呢出外去干苦力，去打工当童工。嘉庆8年2月，就公元1803年这一年呢，根据陈德的雇主孟家那个儿子孟启基他的供词交代，陈德当时呢就时常喝了酒，在院里唱歌哭闹，看到这个厨房帮厨你说拖家带口的干活还不行，又怕他醉酒闹事儿，惹出什么大的事端，所以说孟家就把陈德呢也给解雇了。陈德自己被这孟家辞退之后呢，等于他这一家老少就唯一的生路就断绝了，还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无奈之余，他只好又带自己的家人回到他的外甥安六阁家去住。但这个时候呢，那安六阁他妈也就是陈德的表姐已经病死了，这个外甥本人的生活也特别困苦，实在养不了陈德这一家没有工作的闲人了，于是呢只得把陈德给请出去了。2月15号这天，走投无路的陈德呢只好带着自己家里人投靠他一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呢叫黄五福，就住在黄五福家里。黄五福呢当时住在东华门外小甜水井这一间破房子里，等于是有这么一个小空房，就让那个陈德一家居住。根据黄五福的供词交代呢，陈德搬到他家之后每天都出去找活干，但每天都找不到活。而陈德的大儿子陈禄儿也交代，他父亲呢因闲住日久把衣服当完愁闷不过，怎么找也找不到活干啊，又没有钱买吃的，陈德呢只能把随身仅有的衣服送到当铺，穷困潦倒。穷困潦倒这个地步呢，陈德呢还要借酒消愁。有一天呢，他在这个小馆里喝酒，陈德就和一个人争吵起来，当时呢就拔刀扎向对方，嘴里还嚷嚷，我扎死一个人抵命，扎死两人便宜一个，若扎死4-5个就便宜好几个。根据陈德本人的供词交代，那一次在酒馆和这个人吵闹之后呢，他心里呢欲绝气愤，忽然想要求死，要死的明白，虽乱想胡行起来。接着陈德又交代自己看到了街上黄土垫道，就知道嘉庆皇帝20号那天要回到宫中斋戒。陈德本人呢先前他曾经跟随这个包衣管领啊在内务府服过役，经常作为苦力出入宫中运输物件，所以他对这个清朝这个紫禁城内啊那个宫内道路的情况还挺熟悉的，所以说他就决定要入宫行刺嘉庆皇帝。至于作案过程呢，陈德自己就交代说，20号这天早晨，他怀里藏着刀子，领着大儿子陈禄儿先到了端门内那个酒铺喝酒。当时呢是喝了2碗木瓜酒，还有1碗黄酒。喝完了酒，过完了瘾，爷俩呢就进入东华门，顺着西家道呢绕到神武门，然后呢就混入到接驾的人群当中，这个观察和等待。观察好地形之后呢，他就躲到神武门西厢房的后面，就一心一意等待嘉庆皇帝到来。过了一阵子，嘉庆皇帝的马车进入神武门，换轿之后，嘉庆帝呢快到这个顺贞门的时候，陈德呢瞧准时机就冲出来行刺。审问陈德之后呢，审讯官员还为了对证吧，就马上提这个他的儿子陈禄儿到了现场和他爹一起对证。结果呢，陈禄儿的供述和他爹所说一模一样。根据这陈禄儿的交代，这陈禄儿10几岁一小孩啊，他就说了，他看到他爸爸被宫内侍卫摁倒在地的时候呢，自己吓得大哭，然后就边哭边跑，又出神武门了。而后呢，一溜烟就回到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听陈禄儿的小孩如此说，负责审讯那些官员都暗中称奇。有什么称奇的呢？这对刺客父子啊，在堂堂大清的紫禁城东门进北门出啊，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啊。再仔细审问，陈德就供称啊，自己因为过去啊曾在内务府官员家里面打工啊，经常是出入紫禁城，
就知道如何应对守卫的盘查，也知道呢紫禁城内那些道路的大致格局。由于宫内这些守卫太过懒惰，就懒得细问，更懒得搜身，所以他才能怀揣利刃啊，才能从容啊出入宫禁。陈德刺杀案审到这个地步，官员也不敢隐瞒，一五一十的啊写成这个审讯笔录啊交给了嘉庆皇帝。看到这些审讯笔录啊，嘉庆皇帝会相信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聊。清朝皇室女子她嫁妆有什么呢？如今我们这嫁妆五花八门，房子啊、车子啊、家电啊无所不包。那清朝那些皇室女子、皇家女子，她们出嫁嫁妆有哪些呢？首先啊，咱们先清楚一个概念，清朝的皇室女子呢，一般分为公主和格格两大类。皇帝所生的就是公主了，亲王以下宗室所生的呢就是格格。首先，清朝女子的嫁妆不仅是东西，还有人。陪嫁的一些人不仅包括人，还包括人户，也就是说公主的随侍人员，还有供役的那些人户。乾隆三十五年，清朝这个朝廷就明确规定了陪嫁的人户数字，陪嫁郡主女六名，人四户，县主四名三户，郡君三名两户，县君两名两户，乡君两名。那么关于他们的陪嫁物啊，从这个衣服首饰啊，被褥餐具，包括这个箱子到帐房的车马，等于是涉及了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此外呢，皇帝还在自己的闺女啊这些他们出嫁的时候啊，还是专门给他们赏银。一般固伦公主是12,200银子，和硕公主呢是10,000。这些皇室女子出嫁之后啊，他们还能领取俸银，等于是他们都有工资的。从固伦公主一直到最低的湘君，他们的领这个月银啊，从1,000到30,000不等。而那些特别受皇帝恩宠的，还有那些女孩子，朝廷呢还会用公款为他们建造公主府。比如说我们今天特别熟悉的啊，曾经是给和珅当过府宅的，也就是现在的恭王府，当时就是按照公主的府的这个规格啊建造的。因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就娶了乾隆皇帝最心爱的闺女，因此呢他才有当时这么大的宅院。上一集呢就说到，这陈德招供之后啊，他那供词就被官员们呢呈现给这个嘉庆帝。对于审讯陈德的一些大臣们来说，陈德的供词啊还基本还是符合情理的。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样一个奴仆，一个穷人，陈德呢这一辈子饱尝人间的辛酸，穷途末路，最终呢激发起他内在的某种反抗情绪吧，才决定刺杀皇上，目的是自寻死路。于是呢，这些主审官员屁颠屁颠的去觐见这个嘉庆皇帝，汇报案情的这个进展情况。当时呢，正赶上啊，已经这个年届80的大学士王杰，他这个正向皇帝辞行，这他岁数大了，要退休了，要致仕了。嘉庆帝呢，当时就让王杰留下来，对这个案件呢，发表他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听完这些主审官的汇报，嘉庆皇帝就问王杰：“哎，您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吗？您觉得这个陈德他的供词可信吗？”王杰王老头呢，素儒出身，他对历史典故、历史案件呢也非常熟悉。反正自己马上退休了，也不怕得罪这些审案的官员了。于是王老头就说：“陈德啊，作为一名庖厨贱仆，他怎么敢蓄谋谋刺皇上您呢？我觉得他背后肯定有暗中指使之人。明朝那张差刺杀皇太子啊，那件事情，那个案件，
就是前车之鉴。听王杰这样说，嘉庆帝呢就不停地剪头，于是他就阴沉着脸指斥审案这些官员，说你们这些人啊，根本就审得不行，没有深究陈德背后的主谋，断案不细。负责审讯的那些主要官员呢，这个时候也战战兢兢啊，跪在地上听这个皇帝的训斥，他们都不敢反驳，但是呢也得分辨啊，就说了奴才等人啊，这几天都是不敢动刑，轮流审讯陈德，就不让他休憩片刻。最终呢，从他口中套出这些供词，如果想要深挖陈德背后的主使，肯定要动大刑的。但是给这个陈德上了大刑，万一在审讯中间把他给打死了，责任太重大了，奴才等不敢做主。听这些官员如此说，嘉庆皇帝也是怒火攻心，不管不顾的马上表示给朕往死里打，打死也不让你们负责。也就是说呢，嘉庆皇帝就明明白白的表示，你必须把陈德刺杀案幕后的主使人你给我找出来。主审官员得了皇帝的旨意之后啊，马上是紧密布置，派出衙役把陈德所有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甚至他原来的那个几个雇主雇过他的，全部逮捕到案，然后呢分别对这些人呢隔离审讯。同时呢，他们对陈德的审讯这阵开始升级了，刑部大堂气氛森严，地上摆满了各种刑具，目的就是要撬开陈德的嘴。接下来主审官员就厉声断喝，陈德你刺杀圣上肯定受人指使，还有什么帮凶打手即刻从实招来，否则这些刑具你要是依次承受，最终你也难逃啊被打死这种结局。面对这种刑讯的威胁呢，刚开始陈德还是一口咬定，我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啊，我背后没有主谋啊，就是因为我没活路了，一家老少饭食无着，我才自求死路。清朝这些主审官眼见威胁不成，就开始让衙役对这个陈德啊真正开始用刑了。于是呢，先从掌嘴开始，接下来什么冷板凳啊、美人桩啊、什么背边花啊、猴子捧桃啊、跪铁链啊、弹琵琶、拉肠子等等等等吧，公刑私刑弄了个遍，无所不用其极。就这样连审四天四夜，陈德呢最后被打得真不行了，他就招供了。我自己行刺皇帝呢，主要是因为有一天我抽签解梦，有神灵指引，陈德招供。就是在嘉庆二年呢，我做了个梦，梦中呢有一人领路，这个人呢像是我朋友王福，他就把我领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房屋不少，我在梦里啊依稀记得就有人说啊这里是东宫。嘉庆三年呢，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座桥下躺着，忽然有人呢把我拉到桥上，我忽然发现桥上有一座知府大堂，再低头一看，我自己身上呢穿着一件簇新的蟒龙袍，所以我当时心里就想自己呢应该有做朝廷的福分。从那儿开始我就有了起义了，我就想惊驾杀皇，想由此呢来因祸得福最终呢能做天下。陈德这些话这些招供绝对都是屈打成招，可能呢他是把从前在这个市井当中听到那些话本评书内容呢也套进来，为了避免自己继续受这些酷刑，这瞎编出来的。陈德呢，他这一生都是作为奴仆，侍奉的都是那些达官贵人、有钱人。尤其他在北京跟随当时那包衣管领大昌所，在内务府服役那三年期间呢，他也是经常出入紫禁城，亲眼看见过皇帝啊、后妃啊他们奢侈的生活场景，穷途末路啊，联想到他自己这一辈子连口吃的都得不到啊，确实呢。可能是引发他那种失心疯。主审那些官员审了四天四夜，最终呢得到陈德这样的口供，这些人实际上也是心中叫苦，你看费了这么大力气把这个陈德打的折磨的差不多都死了，也就得到这些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口供，根本啊就不是皇帝希望得到的讯息。皇帝就想得知他背后的主使是谁，显然他背后没主使。而且呢你再这么审下去即使你把陈德打死折磨死，估计呢他也编不出新的东西来。还好嘉靖朝这些主审官员呢还真没有什么人特别坏，
仔细商议过后啊，他们就取得共识了，陈德绝对不能再加以刑讯了，因为再弄下去他肯定会死在大堂之上。既然呢，如今陈德那些亲戚朋友啊、街坊邻居，他们那些证词呢，基本都和陈德他自己先前的供述对得上，审讯呢，这个结论也只能如此。什么结论呢？陈德谋刺皇上这个大逆案件呢，是一人起义，并无主从，他也没有背后的魔主。陈德最初的动机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失业奴仆，加上抽签做梦啊，精神不正常了，所以他才萌生刺杀皇上的这种大逆的念头。确实，如果看当时陈德那些亲朋好友啊、邻居啊，包括他先前那些雇主的那些供词陈述呢，陈德这个人刺杀皇帝这种大逆啊，这种事情呢，事先他们谁都不知道，而且连一点征兆都没有。陈德这个人呢，性格又特别孤僻，平时也没看见他和什么闲杂人员来往。除此以外呢，陈德平时做人还比较本分的，大体上还是属于那种遵纪守法的人，而且他没有任何犯罪的前科。所以大清这些官员们最终得出的这审讯结论呢，啊，就是表明陈德刺杀事件完全就是一个孤立事件，他一个人起义，那最初的刺杀动机呢，啊，就是他自己失业没了饭辙，又受乱七八糟的所谓的梦境启发吧，一时冲动，啊，就在神武门前，啊，动手来刺杀皇帝。对于官员们这个审讯的结论吧，刚开始的时候呢，嘉靖皇帝还是完全不能接受，他就是这样想，如此惊天大案，陈德这么一个帮厨的奴仆啊，居然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超出常理，万一陈德背后有真正的主使之人啊，这又审不出来，那绝对是后患无穷。眼见着嘉靖皇帝不依不饶，还要继续深挖陈德案背后的主谋，他的老师朱圭这个时候就特别耐心地劝告皇上，他怎么说呢？这个案子啊，审到这儿也就这样了，如果再继续审下去，陈德呢肯定呢会在刑部大堂被折磨死，那样一来就死无对证了，也就无法对这个大逆的罪犯的明正典刑了。而且这个官员们继续折磨他、打他、刑讯他，陈德本来这个人就疯疯癫癫的，最大的可能性到时候他就会开口乱咬、胡乱攀附，说不定呢就把哪个无辜的王公大臣也给扯进来，到时候那就更不好收场了。所以微臣我希望皇上您还是把陈德在神武门刺杀案当成一个孤立的案件，尽快结案。嘉靖皇帝这个人不是暴君，而且也不是昏君，听这个朱圭如此劝告，他呢也从原先那种愤怒的情绪当中解脱出来，最终也对审案那些大臣们明明白白表示，然后朕自己呢接受这个结果，就这样了。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四日，嘉庆皇帝呢就把所有的大臣召集在殿内，公开宣布陈德案的处理结果。陈德本人呢依照大清律啊，按谋反及大逆这个来惩处，凌迟处死。陈德两个儿子陈禄儿和陈兑儿未成年，都未满十六岁，按照这个大清律例呢应该免于处斩。但是如此大逆的罪犯，他的后代是不能留存的，嘉恩处以绞刑啊，赏以全尸。陈德的岳母张宋氏呢，虽然说住在陈德家中，但律例里面没有岳母连坐的这样的规定，而且呢他当时已经是个八二岁的这么一个瘫痪的废人，不予追究。至于那些啊被此案牵连的陈德的亲朋啊，包括那些平民，还有他先前那些雇主，全部立即释放，不可累及无辜。如果我们看《清朝野史大观》这本书啊，其中的记载呢还挺详细，就说陈德这个人啊，临刑的时候还挺从容的，没有大哭大喊啊、大嚎叫。当时呢，他在菜市口的刑场就被绑在木桩上啊，就被清朝凌迟处死嘛。开割之前，衙役们呢还把他两个儿子押过来，向他叩头啊，跟他这个诀别。面对哭成泪人的两个孩子呢，陈德当时是闭目不视。行刑开始之后，割陈德耳鼻及乳，从左臂鱼鳞碎割，刺及右臂，以致胸背，出上见血，即则血尽，但流黄水而已。割完上体之后，陈德忽然睁开双眼，大叫：“快些割！”行刑的刽子手却笑着对他说：“这可不行，皇上有旨，让你都多受些罪。”而后呢，这陈德就闭上眼睛，再也不曾开口了。
一直到被碎挂而死为止。上面这种记载呢，我觉得是过于把陈德文学化和英雄化。而这个桥段最早的稿本呢，来自清末的官员，有个叫李岳端的。李岳端呢是光绪九年的进士，后来呢做到的工部员外郎。清末的时候他写过一本这个《春兵士野城》，就是小说类型的这样的一本笔记。我们想一想，这陈德呢神神经经的一个人，被凌迟的时候呢基本上已经被打得半死了，昏昏沉沉倒是有可能，说他当时从容受死了，那完全就是滥情，完全就是文学化的一种小说。而且呢清朝的衙役更不会把他两个孩子押到刑场和他告别，肯定事前或者事后就把那两个小孩给绞死了。有一点我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什么呢，陈德当时是被凌迟处死的。清朝的凌迟呢和我们平时这个所想象的千刀万剐还真不一样。民间一般所谓的千刀万剐呢，在清朝叫寸折。寸折这个施行刀数啊，远远超过凌迟，比那个刀数要多好多。根据《清人中实录》记载，处理了陈德这个案件之后呢，嘉庆皇帝自己发布了一道很长的谕旨，其中呢，这嘉庆皇帝就表示说：“你看我这个继位八年以来，虽无仁政及民，严亦不敢妄行诛戮，既不妄杀，有何仇怨？举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子侄，至亲骨肉。”朕又何忍令凶犯板扯，况实无一计之恩乎？朕所残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实有此警语之事，当谨慎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耳。上述这些话确实显示出呢，嘉庆帝这个人呢，确实还是挺仁德厚道的。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刺杀事件发生之后，他也不怪别人，反而呢进行自我反省。当然了，这件大案发生之后呢，朝廷肯定有赏功和罚罪了。嘉庆皇帝就下诏嘉奖他那侄子定亲王这个绵恩，还有他那姐夫拉旺多尔济，包括这个动手动脚擒拿刺客的乾清妹那些侍卫等人，对这些人呢各有封赏。至于当时负责神武门东西两边守卫那护军张宁、贤福、瑞庆包括护军统领这个阿合宝、长清，还有那些军校护军等等吧，六十多人，这些人失责嘛，这些人呢肯定是有罪有过的，当时都以失察之罪吧，分别是发配热河、披甲当差，或者是革职，或者是降级，或者是罚俸，或者是家事，拿个大家套在脑袋上，在那示众等等等等。而当天值班的肃亲王永熙副都御史万宁包括那个副都统萨敏，这些人呢都交予宗人府包括各部议处议他们的罪。按理说神武门嘉庆皇帝本人遇刺这事儿在清朝是够狗血的吧，谁料想嘉庆皇帝这一朝还有更骇人听闻的事件要发生了。那么这件事件是什么事件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沾干处到底是清朝什么样的部门呢？我们看一些影视剧或者一些小说，沾干处这个名称挺这个吸引人眼球的。据传呢，这是清朝雍正皇帝他创立的。当然了，你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最初呢是用就这个沾干把那个夏天那个蝉给从宫廷那个树上给它粘下来。后来呢他就逐渐变为这个刺探情报铲除异己的特务组织。包括什么小说上说那个血滴子都是在沾干处。真实历史上呢沾干处的正式名称叫做上谕备用处。根据呢光绪朝会典事例当时就记载沾干处在顺治初年就已经设立了。当时呢是归侍卫处管理，主要呢是由当时上寺院的什么司配、司安侍卫这些人兼差，没有具体的定员。沾干处的长官呢主要是由宗室王公或者那些蒙古大臣呢这些人来担任。比如说和珅何大人，他就曾经在乾隆37年被这个补选为沾干处的侍卫。正是因为他入了沾干处才有机会呢见这个乾隆皇帝，随后呢就平步青云，登上他人生的巅峰。沾干处到底的职责是什么呢？根据那本《御制增订清文件》根据这本书记载呢，这个机构呢主要是用来造办什么渔猎之网什么河网家子沾杆这些东西。
而清朝的文学王爷昭濂，他写那个《孝听序录》，他就记载，这个机构呢，主要管皇帝这个巡狩之时，什么抚鱼啊、勤盖呀、捕鱼啊、苦阙呀、这些事儿。简而言之，占干处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协助这个防卫皇帝出巡，包括负责皇帝御乐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他的主要职责呢有三个，一个是呢，占干处的侍卫呢是在宫内当班，这个站岗，保卫宫廷安全。第二呢，是在皇帝啊巡幸出行的时候呢，陪鸾伴驾啊，等于是随侍皇帝啊，什么挑个灯啊、帮个轿啊、捕个鱼啊、抓个鸟啊这些事儿。第三种职能呢，就是负责稽查可疑的啊这些人员，在宫内呢，就是负责一种秘密保卫的制度，就类似于清朝的一种这个高级的特务组织。上一集讲到，遭遇了这个陈德行刺事件之后啊，嘉庆帝呢也是大力整顿这个宫禁制度，严格皇族宗室的管理，种种措施啊，都无法从根本上铲除清朝的那种官场腐败和安全漏洞。就在陈德行刺事件发生十年之后，嘉庆朝呢又发生了一起更加骇人听闻的宫廷事变。在当时呢，竟然有几十个人武装匪徒，他们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而且是手持兵器攻打紫禁城的这样的一个暴动。嘉庆十八年秋天，嘉庆皇帝呢当时是启程前往承德北部的木兰围场进行打猎活动。清朝皇家的这个活动呢还有个专门的称谓，叫做木兰秋显。满族皇帝呢他是一直强调尚武精神，从康熙皇帝开始，差不多每年都要举行了这种大规模的行猎活动，而且每次动用兵力呢多达上万人甚至数万人。通过这种打猎活动木兰秋显，一来呢可以训练军队，二来呢可以这个就近笼络蒙古王宫，和那帮人这个宴席啊、宴饮啊、赏赐他们物件啊等等的嘛，拉拢感情。7月18号这一天呢，嘉庆皇帝就开始启程前往承德了，打猎去了。临行之前，嘉庆皇帝就安排他哥哥怡亲王永璇负责北京的全面工作。当时那嘉庆皇帝他就完全都不知道，他这一走，紫禁城呢即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一场巨大的危机。我们要知道，在乾隆晚期，清朝总人口已经有3亿多了，这种人多地少的态势呢，那肯定会引起粮食危机。早在这太上皇乾隆还活着的嘉庆初年，四川、陕西等地就爆发了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民变，主力呢就是白莲教教徒。为了平定白莲教，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的父子先后将23位一二品的大员派往前线迎敌，总共呢花费了9年多时间才基本把这一次叛乱平定下去。事后呢，嘉庆皇帝对白莲教的教民就措施还挺宽大的，专门下诏对于投降的白莲教成员采取宽容政策，甚至呢他就认为白莲教本身呢也没有说是特别的什么邪教。嘉庆皇帝怎么说呢？白莲教名目由来已久，不过劝人为善，并无违背字样。现习白莲教者，安静守法，既是良民，地方官无庸查拿。所以呢，当时嘉庆皇帝呢就只把这白莲教这个叛乱的全部责任呢
啊，推给这个白莲教那教首就刘知协。显然嘉庆皇帝本人呢对于邪教危害的认识还是很不充分的。在事变之后这个善后工作当中呢，嘉庆帝还一直告诫各地官员，对那些参加起事的教民要循循善诱啊，进行这个礼乐教导。而说到白莲教为什么发生暴乱，嘉庆皇帝呢他还这样说啊，就说大部分的原因啊是官逼民反，等于把责任呢推脱到自己这个大清那些官员身上，百足之徒，死而不僵。白莲教这个起事呢虽然被清朝政府加以平灭掉了，但白莲教的许多分支依旧活跃在民间。这些邪教分支的教义呢特别通俗易懂啊，就像传销老鼠户一样，对于入教的老百姓呢不设门槛儿。为了哄骗敛财，当时呢有一个人在北京直隶地区活动的啊，这样一个能人吧，叫林清的啊，他就开始四处活动，他就整合京畿地区、直隶地区、山东、河南等地的这个白莲教分支机构的组织残余吧。而后呢，他又结合八卦教当中的什么震卦教啊、离卦教啊、巽卦教等等吧，乱七八糟的一些教义，他又创建了一个新教，什么呢？天理教，实际上也是白莲教的一个变种。林清这个天理教呢还强调入教者缴纳根基钱，也就是说每一位入教的人你必须够缴纳一定数量那种啊众福钱啊，就哄骗这些信徒说啊，你们现在交了钱啊，交十两银子以后能得到几十倍的回报啊，以后还会赚更多的钱。林清呢是清朝的北京大兴宋家庄人，也就是现在丰台一带当地人。根据清朝王爷昭濂他所写的那本《孝听杂录》记载，林清这个人呢会点武术，当然了，他这武术就花拳绣腿，但林清的长相挺特别的，齐身熏面，然张如卫，也就是说呢，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黑大个，一脸连鬓胡子，而且还是那种直直不打卷的那胡子，在民间有这样的长相，加上他又能说会道。自然呢就吸引了不少普通百姓啊对他的信任。当然了，林清啊不是那种苦大出身的那种什么穷苦人出身，他是典型的城市流氓无产者。本来啊他家里也挺穷，先前呢他还在这个部队里当过差，后来他弄了天理教啊，不少成员不少这个教友吧定期向他交会费，所以他就变得越来越有钱了，就很快就成为一方富豪。林清有了钱，从前又当过兵，很快呢就黑白两道通吃，在清政府不少地方官员中呢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就特别像《水浒传》当中宋江那类人物。根据《静谧记》就清朝的啊这本书记载，在嘉庆皇帝启程前往承德行猎的时候呢，中国北方的这几个秘密会道门首领就在河南滑县道口镇啊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当时呢就确定了他们共同造反的所谓良辰吉日，哪一天呢？就是当年的9月15号阴历啊，他们约定这一天在当时清朝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当时叫直隶了，这些天理会教众的就同时起事。接下来呢大伙儿一同向北京进发，在公路紫禁城，作为北京的天理教首领呢林清就让他专门负责攻打紫禁城。而后呢大伙儿里应外合接应各地的天理教大军啊，共同进京。事成之后，林清呢就称天皇，割据北京和直隶地区啊，那地方归他管。山东天理教头目冯克啊称为帝皇，统治山东一带。河南天理教头目呢李文成他就称为仁皇，他就在河南那地方称尊。而后呢三帝互保啊，继续往外扩张，最终把这个清朝给取代了。天理教这三路之中呢，那林清就在天子脚下，所以他当时的角色还特重要。他原本的计划就是先让宫内啊几个信天理教的太监先作为内应，打开紫禁城大门，然后林清自己率领教徒啊冲入紫禁城控制皇宫，进而呢就把京师和直隶全部拿下。按理说啊，林清手下天理教教会啊这个会员都有几千人了，但这些人呢你说是人多势众吗？还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些农民啊、市民啊，
啊，包括这个城镇那些流氓无产者，啊，确实有几个这个紫禁城内的太监做内应，那帮人也是教民，但绝大部分天理教徒基本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的这种乌合之众，所以林清他自己呢也犹豫过。但大伙儿开会的时候，河南山东那几个首领都纷纷夸林清有本事，能力大，就不停地给他打气鼓劲儿，信誓旦旦表示，只要林清你能把这个紫禁城占领了，我们各地的人马呢马上就到了。得知嘉庆皇帝本人呢已经出发去木兰围场去行猎了，京臣兵力啊确实是比较空虚，加上这个几个首领一撺掇，林清当时就膨胀了，自信心爆棚，马上组织这个大事。为了顺利完成攻打紫禁城的任务呢，他还串联这个天理教的教众，在北京和直隶地区呢广泛制造舆论。所以当时在北京附近啊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什么民谣呢？若要白面见，除非林清做了殿。嘉庆十七年、嘉庆十八年这两年间呢，就北京京城郊外啊一直闹这个饥荒，而就在当时受天灾特别严重的县，一亩地呢只能打出一二斗粮食，就京城附近不少老百姓就衣食无着，甚至呢就吃那个草根树皮来糊口，勉强活着。而清朝那些地方官吏呢更是乘机催科派差，因此呢在民间一片怨声载道。林清这个人呢早在嘉庆十三年他就认识了八卦教的镇卦教徒李文成，这两个人呢一拍即合，很快呢他们就掌握了整个八卦教。李文成呢是木匠出身，他当时呢就自称是闯王李自成转世，就成为八卦教的教主。林清呢就自称是弥勒佛转世，他在八卦教当中呢就被尊为天皇。后来呢八卦教天理教两个教合并了，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做大做强，就类似于黑社会组织邪教组织这种同流合污。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清朝那华县知县钱克杰就发现这李文成啊私自打造兵器，这种事儿绝对不得了啊。这钱克杰就马上派人派出县吏衙役，迅速的把这个李文成给逮捕了，和他在一块儿的24名天理教教徒也都抓了起来。为了营救这个头目李文成，当地天理教教徒人不少啊，他们就决定提前起事。于是呢在冯克山啊、牛亮臣啊这些人的率领下，当地的天理教教徒竟然群起而攻之，把华县县城都给攻破了。知县钱克杰呢就怕被这些贼人抓住受到侮辱，等于这个衙门被攻破之后他就上吊自杀了。接下来直隶的长垣啊，包括山东曹县等等吧，这一些地方的天理教徒也揭竿而起。我们要知道造反那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际上特难，面对这一群毫无经验的仅靠这个邪教这种精神洗脑的这种组织起来的这样的组织，清朝那些正规军啊真正镇压起来就跟打猎一样，很快对这些人就逐个击破。因此呢河南一带天理教教徒被杀了杀，被抓了抓，先前被救出去那李文成呢绝望之余一看又被清军包围了，就自己点把火自己把自己烧死了，驾鹤西去了。与此同时一直坐镇京畿的林清啊信息不灵，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手机，又没什么电报，更没微信，所以完全他就不知道河南山东两地的他那些同伙的暴动已经被清军平灭了。他还就一心一意想着九月十五号这一天他先他的手下人嘛先把这个紫禁城先占领了。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号中午，天理教教徒就正式发动了对紫禁城的攻击。当时呢他们兵分两路，东路一些人呢负责攻打东华门，西路这一队呢就攻打西华门。天理教东路这些人啊是由有个叫陈爽的这个人带队，他们这个队的人马呢还有个制胜法宝，谁呢？就是紫禁城内的有太监叫刘德才的，这个人也是天理教教徒。陈爽这个人呢当时还是挺踌躇满志的，按照事先约定散住在各处的天理教教徒呢在这天中午都会身穿长衫，然后在衣服内呢暗藏兵器，按照约定时间地点集合之后同时对这个紫禁城发动攻击。但约定时间已到，这陈爽一看前来集结的天理教教徒才20多个人，而原先报名参战的本来是100多，估计
好多人，临阵就是害怕，临阵哆嗦，最后就没敢前来参加这个事件。陈爽这个人呢，虽然是个天理教的小头目，但是呢，他还挺有主见的，他就觉得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再等了。现在呢，无论是人多人少，咱们这事儿得干。于是呢，他就领着这个20多个天理教徒，快步向东华门方向的飞奔过去。结果就在路途当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当他们这20多人接近东华门的时候呢，正巧遇上一队向北京运煤的马队经过那里头，煤沉马又多，造成了当地的交通堵塞。按理讲这20多个人呢，你耐心等一会儿，让那个运煤的马车过去之后，你再往那东华门里头冲也不晚。但这些教徒呢，当时是中了邪一样，冲着挡路的那些运煤的人大声呵斥，眼看对方不理会，这些人呢竟然脱掉长衫，拔出那隐藏的兵器，对这些人喊打喊杀的，弄得当时动静特别大。这下就坏了，因为清军的东华门啊，那守军站在那个门楼上居高临下，忽然看见几十个人在那儿吵吵嚷嚷，跟那帮运煤的马队的那些人还在那儿吵架，又明晃晃的抽刀提剑，就知道大事不好，急急忙忙就要把那东华门的城门给关上。情急之下，天理教那小头目陈爽赶忙喝令他手下那些天理教教徒停止和那些运煤车夫之间的那种斗嘴和斗殴。他就高声大喝，率先这个身先士卒抢先一步向东华门就冲过去。结果当时这东华门还没有完全关严，大门挺重的，你想那兵士当时也是猝不及防，所以关门还是有个时间。那这陈爽呢和那太监刘德才，他们两个人竟然能够带着5名天理教徒冲进东华门了。如今呢，已经有7名这种这个邪教这个教徒已经冲入东华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守东华门的清军他们该如何反应呢？我们下集接着聊。上期呢，我们就讲了一下这个清朝皇室女子出嫁的一些嫁妆分类。这期呢，我们再补充讲解一下不同等级的这个皇家女子啊，她们在这个陪嫁的一些东西方面啊，定力也不同。一般她们陪嫁的东西包括什么呢？衣冠、珠宝首饰、日用品、家具摆设啊、古董字画、药材、车马骆驼等等吧，几大类。其中标志着她们身份等级的朝服和冠饰，永远是最重要的。她们那个帽子顶上镶嵌东珠的多少，就表示这些主人地位的高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呢，存有这个成为陪嫁格格定例，存有这样的一份档案，对这些女子啊，朝帽顶上的东珠啊，这个数量做了说明。郡主呢8颗，县主7颗，郡君6颗，县君5颗，乡君当中又分了，镇国公他的闺女4颗，辅国公呢他的闺女是3颗，而那些宗室格格呢，也有这个朝廷送的这个陪嫁。嵌珍珠1颗，金簪3只。除此以外呢，这些皇室女子出嫁的时候还会得到呢这个一围金项圈、一件金鸦鬓，还有一套呢镶嵌东珠的耳坠，还有一对金手镯、一对金抢镯，以及呢多套朝珠。上一集说到守卫东华门的这个清军啊，当时那大门没有关严，天理教的小头目陈爽率领几个天理教教徒啊，竟然冲进了东华门，饶是如此，毕竟看到这个陈爽手下人不多，守卫的清军呢这阵胆儿也大，不少人就追着这几个天理教教徒啊就往里面跑，往里面赶。陈爽那几个人呢，毕竟有当时那太监刘德才带路，熟门熟路啊，因此他们就一直往北狂奔。在他们身后呢，
东华门的清军啊，对这几个人也是紧追不舍。一路之上，陈爽这几个天理教徒呢，一直啊被那个清军守卫啊拦截，因为清宫宫内也有守卫啊，但是呢，毕竟有邪教洗脑，这几个天理教的教徒呢浴血奋战，最后啊，他们竟然率先冲进了仓镇门这个大内之中。清军在追击过程当中呢，虽然不少人受伤了，血不流烂的，但毕竟人多势众，脚跟脚就气喘吁吁的追这些人，也追到了仓镇门的大门口。这时候呢，宫内的总管大太监常永贵就率领了一批宦者拦住了一些清朝的追兵。这常大太监这时候想干什么呢？常大太监一脸凛然正气，在仓镇门的大门口就高举右手，制止了东华门清军的一些追兵。东华门跑过来一些清军气喘吁吁啊，都已经马上追到那几个人了，忽然看到总管大太监常永贵就拦住了自己，于是呢，为首的清军将领就赶忙上前这个打签行礼，急呼呼的报告说，藏总管，有贼人刚刚已经入宫内了，我们这些人就是追他们来的，你赶紧放我们进去。绝对不行，内廷是皇后嫔妃啊居住的地方，我们这些人能够出入，你们绝对不能够进去。常永贵大公说这话的时候呢，语气强硬啊，感觉就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带头那清军将领呢，当时差点都急哭了啊，就说常总管，贼人已经入宫了，皇后嫔妃他们非常危险，这些贼人手里都有刀都有枪，宫里现在也来不及组织护卫啊。常永贵公公呢，就当时高昂着他那个鸡脖子脑袋，胸有成竹地说，不行，你们是肯定不能进入宫中的，跑进去的贼人咱家负责率人追拿，你们就在里等着就行。你还别说，这常永贵太监呢还确实挺有勇武之性的，自告奋勇他要捉拿这个冲入宫内的那几个天理教教徒。很快在他这个着急之下，呼啦啦就来了一群患者，这些人呢都手持木棍了、铁锹啊、大水壶啊等等吧，凡是能临时找到的趁手东西，这些东西就可以当武器，就准备呢把那个冲入的几个天理教贼人全给拿住。而在这群太监当中，还有刚才给那天理教教徒带路的那个患者刘德才，他也混在里头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几个入宫的天理教教徒跑得太快，这刘太监平常这个体育没跟上，所以说呢，眼睁睁看着自己那些同伙都往前跑走了，他等于是落到后面了。如今呢，他就混到自己这个同事队伍当中，想趁着乱再次寻找这个动手的机会。实际上，常永贵大太监之所以这么胆肥，他就是已经事先知道啊，冲入内宫的天理教教徒人数根本就不多，只有几个人。所以他才是如此的临危不惧。而刚刚出进紫禁城那五名天理教教徒呢，包括领头那陈爽在内，他们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呢，很快就负伤在身了。更何况中途带路那太监刘德才又跑丢了，这时候他们已经是晕头转向，正恍惚着一群这个患者喊打狠杀的追赶过来，又是棍棒又是铁壶又是大铁锹一顿抡，早就精疲力尽的这几个人呢，很快就被这帮患者揍得鼻青脸肿，腰折腿断，等于是躺在当地就动弹不了了。别看啊，这些患者男不男女不女的，这些人下手还挺狠。其中呢，两个天理教教徒当时就被他们殴打致死，剩下那三个人呢，包括那小头目陈爽在内啊，全部被生擒活捉。仓镇门门口，东华门的那批清军在那儿焦急等待着呢。没多久就看见一群患者啊，拖死狗一样把五个这个死伤的这个天理教教徒啊就拖出大门，就交给这些清军，然后五花大绑。常永贵常大太监呢绝对是运筹帷幄啊，看到手下出战告捷，他自己呢也急忙前往养心殿，向当时在养心殿的嘉庆皇帝的儿子绵宁报告情况。绵宁这位王子呢，本来先前跟他父亲啊这嘉庆帝一起都去承德参加那木兰秋显，但中间呢京城有事儿，他提前回来了，结果恰恰就赶上了这场惊天的变故。
作为嘉庆皇帝的次子呢，绵宁当时不是什么小孩子，也不是什么小伙子，已经32岁了，所以呢他就成为宫内那些太监啊、宦者啊这些主心骨。很快得知宫内发生变故，那些王公大臣们也都赶到了，把这位王子绵宁就簇拥在中间，大家伙儿一起商量啊怎么办。绵宁你看他作为一个贵胄王子，当时表现得非常镇定，常永贵呢你看这个太监表现得也不错，甚至后宫内呼噜氏皇后啊也是急中生智，马上派人呢把那些正在上书房读书那些皇子皇孙们都集中起来。虽然说闯入宫中的几个天理教徒呢都是乌合之众，类似于散兵游勇一类的杂人，但他们的闯入确实给紫禁城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慌，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听到说啊宫中有人啊闯进来了，那护卫午门的清军将领叫策凌的，这哥们呢既然在接到消息之后，他不是说入宫去保卫那些嫔妃啊，保卫那些这个王子什么的，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自己撒丫子先跑了。当时在紫禁城内呢，大多数侍卫啊，等于是都跟着嘉庆帝去承德了，但是在宫内吧，还是散布着100多个有武器可用的护卫军，士气仓促，又不知道这个闯入宫中的贼人到底有多少啊，出于这种持重起见吧。绵宁这位王子呢，他也不敢集合这些人闯出去对这些贼人主动出击，处乱不惊，这个王子绵宁呢就决定先发命令，从宫外调集京城内的部队作为援军，然后呢在紫禁城内这各个宫门即刻戒严，不允许任何人随意出入。同时呢他还在宫内调动许多车辆，准备先把后宫那些嫔妃啊疏散出去，避免更大的风险。绵宁这个命令刚刚下达，常永贵常太监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报告说啊，闯入宫内的5个贼人呢已经全部就擒，打死2个。听到这个消息呢，绵宁和他周围的那些王公大臣总算松了一口气，怎么才5个贼人呢？你赶紧审问他们到底还有多少同党。绵宁话音未落，西边隆宗门方向呢忽然就传来了阵阵的撞门声还有喊杀声，这个时候就有患者一路小跑赶紧跑过来，就说报告说有贼人现在冲入了西华门，正在往宫里面闯呢。说到这里呢，我们观众可能有人会奇怪，天理教教徒进攻新华门的这支分支部队他们是怎么冲到宫里来的呢？和先前闯入东华门的这个陈爽率领的这支天理教小分队相比呢，西边的这支天理教分队呢还挺有计谋的，这帮人人数挺多，大概10多号人，他们呢不急不躁，事先装扮成卖杂货那些小贩，各自呢挑着藏有武器的什么货筐沿街叫卖，就慢慢的靠近了西华门。而当时呢看守西华门那些清军呢也是麻痹大意，一看那些卖货的卖吃食的心里完全没有任何警惕，有几个兵丁呢还凑过去过来什么买红薯啊买苹果啊弄俩大鸭梨啃啃什么的。正是趁着清军看门兵士啊当时这种松懈的这种情绪，这些人呢就忽然从那些筐里什么的拿出兵器，迎头对着这帮守门的清军就是一顿砍杀。西华门这些守门的清军猝不及防啊，当时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于是呢60来个天理教徒呼啦啦的顿时就冲入了西华门。天理教西边这支队伍呢闯门挺顺利，人数又多，本来是能给紫禁城内带来更大威胁的，如果他们这伙人及时攻入后宫，把什么皇后嫔妃啊包括那些王子王孙那些人劫为人质，实际上呢他们大事就成了一半。谁料想给这一队天理教教徒带路那个太监他自己要报私仇，他就先把这些人引到内务府，想把从前和自己有过节那些太监先弄死。而当时内务府的患者呢绝大多数人先前都被那常永贵常太监带走了，所以这帮人冲到内务府一看里头根本就没什么人，带路太监那是气急败坏，领着这些天理教教徒啊进到内务府之后一顿乱打乱抢乱砸。根据清朝那王爷昭濂写的《孝听杂录》记载呢，给西路天理教教徒带路那个患者呢叫杨进忠，先前呢他穿的那个太监制服啊就破损了，
他就到内务府那上衣间去报销，去领新的，结果遭到拒绝，别人说你这衣服还能穿，现在我就不给你新的。所以呢，他就怀恨在心，他就领着这些天理教教徒冲入了上衣间，把几个值班的患者和宫女杀个一个不剩。接下来呢，这些杀了人浑身是血的天理教教徒还顺路闯入了这个文英馆，当时呢有几个人正在里面教书呢，都属于那些这个文臣，是编修，他们几个人挺倒霉的，你想大白天的正埋头工作，正在翻书呢，忽然这一群贼人闯入，话不多说当头就砍，所以那几个编修全部被杀在这个当地。也恰恰是这个患者杨进忠，他这种报私仇的私心，就使得西路这支天理教教徒的小分队他耽误了好多时间。等他们赶到隆宗门的时候，尤其他们先前杀人砸抢的动静太大，把守隆宗门的清军守军已经把大门紧紧关闭了。这个时候呢，这些天理教徒就从这个患者杨进忠他的口中得知，隆宗门是进入内廷的关键，一旦攻入这个门，就可以顺势占领这个整个内廷。眼看着紧闭的隆宗门大门，杨进忠这个杨患者杨太监挺后悔的，悔不当初，他就觉得应该先这个猛攻闯入隆宗门，然后再搞别的事儿。但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我们要知道冷兵器时代无论是攻城还是攻城门都太难了，而且呢这些天理教教徒他又没有专业的攻城器械，想要公开紧闭这个宫门确实是难过登天。你还别说，这些天理教教徒呢当时还挺有想法，他们就劲儿找来几根大木头，对着隆宗门的大门就是一顿猛撞，就想把大门撞开。于是呢这些人嘴里喊着号子抬着几根大木头拼出老命吧使劲的撞向大门，当当当当当，撞了好多次好多次，隆宗门的大门是纹丝未动。我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门？这不是一般老百姓家的门，不是一般富人家的门，那是紫禁城的宫门，要多结实有多结实。大门没撞开，反而呢把这些天理教教徒累得差点都吐血。眼看撞不开这个隆宗门的大门，天理教教徒呢这些人是情急至生，他们就决定先找人找地方翻墙，几个人杀到大门那里面之后呢，先登的那几个人再从那里边把大门那个门叉给打开，然后呢让外面的这人进去。在内宫，这个王子这绵宁他们呢得知西华门方向已经冲入了一伙贼人，而这个时候援军还没有赶到，所以说他们也是非常紧张，而且在当时绵宁身边也没多少人可用，只有常永贵常太监带着一群患者还有几个王公大臣呢在周围巡视，而且这些人手里呢都没什么真家伙拿的都是什么棍棒铁锹大铜壶一类一些家伙事儿。绵宁本人呢还是挺信心谨慎的，大伙儿都这么慌乱，但他是非常镇定，他还能吩咐手下贴身太监把他自己平时使用的鸟枪撒袋还有什么腰刀什么的都赶紧给自己拿过来，准备关键的时刻呢派上用场。听到外面鼓噪之声越来越大，绵宁也是不敢怠慢，当时呢他就拿鸟枪在养心殿周围四处查看，而后呢他又登上养心殿的台阶居高临下派出患者们四处巡视。猛抬头，绵宁就忽然发现养心殿对面御膳房的房顶已经爬上了几个天理教教徒，这些人呢正高声吆喝着给自己壮胆，想吓走这下面对他们呼喝的那些患者。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贼人已经攻上这个房顶了，这个王子绵宁他能够怎么做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乾隆皇帝爱燕窝。乾隆皇帝这个人是养生有法，长寿有道，所以呢他一直活到89岁的高龄。他之所以能活到这么长，肯定呢他是善于养生。我们看清宫那个膳档，就是记载皇帝吃饭的那个档案材料，乾隆皇帝平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还真就是燕窝。燕窝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历来就是特别稀缺特别贵重的这样一种东西。我们看乾隆30年江南节次膳底档，其中呢就记载乾隆几次下江南，每天早晨在正式吃那御膳之前他肯定会空腹呢吃这个冰糖燕窝粥，而且那些天是从无间断，
同时呢，在正月十六日到四月二十号啊这些天的记载当中，燕窝菜啊累计共出现了93种，一共是216品。这样算起来呢，它平均差不多就有1.7品啊这样的燕窝菜。而这些燕窝菜呢，当时主要搭配的什么鸡鸭丸子鹿肉等等荤菜，有时呢还搭配什么莲子啊腌菜啊苦菜啊豆腐，还这些素菜，等于是一块组合。烹饪的方式呢也非常多样，有什么拌啊炒啊汆啊炖啊烧啊煨啊清蒸啊做汤等等。还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一吃这个燕窝基本上都是当做这个菜后最后的甜品，等于是甜的上来。但人家乾隆皇帝啊，各种各样的味道，各种各样的做法啊，他都吃。